我当初问过你的意见，你如果不愿意，当初就不应该答应。你说什么呢？他谁像男人啊？啊，谁像男人？他肖春生吗？那你为什么当初不找他去啊？我已经决定要回北京了，准备报告我已经打好了，你就跟我一块回去吧。国华，你不想留在部队，我不逼你，可是你为什么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啊？要是早知道赤子要脱下这身军装，我又何必走到今天？